今天来到一间好漂亮的房间，报告，这是迷你世界有更新的哦。哎，魔神很只要10块哎，笑呀呀。来，这是新角色长虹，不得了了，迷你世界更新了，它这是更新的那个，不要吵。它这是更新的那个单机模式吧？我们先不要理他们，我先看一下。然后又带一个跟了。他为什么一直要加我啊？你不要吵好不好？来，最近很热门的地图哦。派系地图，怎样？我有早餐店嘞，所以这个地图是真的要让人家派系的，是吗？那米世界很猛啊，还会一直更新。等我去。这是有新的什么生物的吗？啊？被自己改掉了。那怎么离开了？